哎呀，小雪，小雪你可回来了。表妹就是任性，非得要骑马回来，要不然早到了。哎，表妹，正好你问问你姑姑，看看是不是今天我们就给你和张世杰定亲啊。是啊，现在郑家正在抓紧准备着呢。小雪，我给你做了几套衣服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，来试一试。哎呀，哎，姑姑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以后别管我的事儿。哎呀，冰雪啊，子瑜和国柱的事，你都亲眼看见了。国柱，对不起你。嗯，好，恢复的不错啊，来坐。嗯，哎，看来啊，结婚当新郎官没什么问题了。谁要当新郎官啊？哎，你呀。我啊，我这次来啊是专门为你的婚事而来的。我觉得郭冰雪跟你挺合适的，我呢就替你父母给你做了个主，把这桩婚事给定了。我不想结婚呢。世杰啊，我和你爹都不是专横的人，你的婚事儿我们从来没有更多的干涉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子云，可子云现在呢，不管他是死是活，跟咱们张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可是郭小姐呢一直喜欢你，她虽说父母已经去世了，可她读过书，跟咱们家也算是门当户对，这桩亲事啊，可是你舅舅帮你做的主啊。舅舅，你的好意，我的确没办法接受啊。师姐啊，我知道你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，可是呢，我跟你父母啊，都认为，目前只有选择结婚才是对你最有利的。是了，你早就应该结婚了，这些年我们都由着你，可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你都亲眼看到了，你应该换一条路走。爹，感情上的事我从来没放在心上，我就是不想结婚嘛。还说没放心上，你看你瘦的。原来你跟子云订婚，那是你自己拿的主意。这回呀，无论如何得听我们的。哎呀，我不能和郭冰雪结婚的，太荒唐了。我张世杰怎么能娶一个朱国柱不要的女人呢？啊，我不能跟她结婚的。
国张世杰，怎么能娶一个朱国柱不要的女人呢？时间呢？对，来，要吃点什么？给我来一盘牛肉，一壶黄酒。你慢用啊，伙计，快，上好的牛肉，一壶黄酒，快去。好嘞。怎么样？岳爷慢走。世杰的伤痊愈了吧？待会儿我们去看看他。哟，赵大老板，你以为你转了这么一大圈回来，我们这小县城就没点动静？世杰早回家了。怎么，他回太平镇了？对呀，回太平镇了，说不定这会儿都当了新郎官了。新郎官？啊？不会吧，跟谁结婚？郭冰雪呀。我爹娘啊，把我舅舅大人请来了，估计这一次世杰肯定同意。你对他们的婚事还有意见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也是求之不得呀，我也是盼着世杰早点结婚。我托你打听司中的消息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我最近生意和事儿太多了。我就知道你对我的事儿不上心，认钱不认人，哼。舅舅，您慢走。姐夫，吃饭，你们就留步吧，让世杰送送我就行了。星期定下了，来个信儿，我们好去南阳给你送行啊。好好好的，走了，请啊。师姐，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和冰雪的婚事啊？郭冰雪对我用情那么深，可我却不能用相同的感情回报，这对她不公平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就是讲究太多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打算结婚了？这个我，师姐啊，我是真的希望能喝上你们的喜酒啊。我这次虽然是高升了，但对这边的事呢，的确是鞭长莫及了，将来有很多事都得你自己解决了。我明白。好自为之。好，慢走啊。怎么了，二哥？刚才我看见郭小姐一个人气冲冲的骑着杨开泰的白马奔台北岭去了。算了吧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哦，对了，赵先生来看你。走吧。师姐，你的身体真的没事了？好得很，你是不是要比试一下？太好了。哎，师姐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不愿意娶郭冰雪？你什么意思？师姐，忘掉杨子云，彻底忘掉他吧。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答案吗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，杨子云、朱国柱是不是当了逃兵，是不是当了汉奸呢？杨子云和朱国柱当没当汉奸，这并不重要。你是一个老党员了，很多大道理不用我再跟你说了。组织上不希望你因为一个女人毁了一条地下交通线。我估计下一步会有很多输媒的人光顾你家，等到你拒绝第十家之后，你将成为整个桐柏甚至南阳的新闻人物。组织上不希望你成为万众瞩目的新闻人物，所以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和郭冰雪结婚。为什么一定要是他？哎，因为他爱你。我们搞地下工作的必须找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，否则什么？
这是一个任务吗？是一个任务。那你去吧。不是你。哎呦，这不郭小姐吗？哎，郭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杨大哥，我……哎，郭小姐，郭小姐，你怎么了？郭小姐，你醒醒啊！郭小姐。我巡山的时候看见他骑着大哥的马，整个人傻呆呆的。我怎么了？不可能！二少爷，文娘怎么样？太太身体没大碍。我进去看看。哎，二少爷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太太说了，你要是不答应结婚，她就不见你。这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方圆几十里的都在看咱们家笑话呢。太太要强了一辈子，你说她能不生气吗？二少爷，太太和舅老爷给你介绍那个郭小姐，那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好。我觉得郭小姐不比杨子云差。喂，对不起，二少爷，我多嘴了。太太只是一时生气，养养就会好的。那什么，你明天帮我去一趟太白顶，帮我带几桶酒精送给杨大哥。还有，你跟他讲，我的伤好了，过几天去看他。还有，顺便帮我看看，郭小姐是不是也在山上。依我看呢，你还是亲自去一趟比较合适。怎么了你？你不想去，我找别人去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去。谢谢你啊。桂莲啊，啊，找到了吗？哎呀，是啊，找到了吗？娘，我都找了，好几家亲戚我都找了，没找着。南阳我也派人去了。但是得明天才能得到消息。哎呀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一个女孩子，老爷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娘，您就别担心了，您那个大侄女啊，不是一次两次逃出去了，命大着呢啊！哎，我估计啊，十有八九是上了太白顶。那你派人到太白顶找啊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那是土匪窝，黑灯瞎火的。谁的命不是命啊？哎呀，哎，娘，娘，别哭了啊！回去歇着吧，别老哭哭啼啼的。爹，你说他张家就这么不给面子？张家的后台好像是越来越硬了。听说那个李光斗马上又要高升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打人不打脸呐，丢大人了。你要保安团多设几个卡子，让他张家的货物不能痛痛快快的出通外线。另外放出风去，张世杰他不是不结婚吗？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能把这一片有头有脸有闺女的人家都得罪了。哎呀，这是何苦来呢？可这么做不是两败俱伤吗？郭小姐，哎，郭小姐，郭小姐啊，杨大哥，哎，喝点水，啊，快，喝点水，啊，别哭。
哎，你别哭啊！杨大哥，哎，你别哭啊！杨大哥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别哭，哎，郭小姐，郭小姐，你还有我，有什么困难，你说，我可以帮助你。杨大哥，你干嘛要帮我？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？你这么聪明可爱，谁都会帮助你的。那你喜欢我？我喜欢。杨大哥，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那你娶我。什么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那你就娶我。我是一介草寇，哪敢娶你郭小姐？好啊，张世杰不理我，你现在要骗我，我不想活了，我郭小姐，郭小姐，不想活了，别别别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郭小姐，张世杰他不是个东西啊，你留下来。你留下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娶你，世上好男人没有死绝，他没死绝。杨大哥，你答应了，那你答应我了，你是不是答应我了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大哥，他不会答应你的，他不能答应你。我还是走吧。银杏，金贵，哎，你们听着，我要娶冰雪，今后她就是你们的大嫂，说话要尊重一些。哎，就凭你，也配？冰雪，曾经在太白顶上，是你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你心里只有张世杰。你想骗我大哥，门都没有！哎，银杏，哎，银杏，放开我！银杏，银杏，银杏，不要吧！警官，把银杏带下去。郭冰雪，你不爱我大哥，你想骗他，门都没有！银杏，银杏，银杏，放开我！银杏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！银杏，放开我！走吧。杨大哥，我要马上结婚，我要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。好，我依你，我什么都依你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郭冰雪要嫁给杨开泰，这不乱了套了吗？我也没想到郭冰雪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那你去不去参加这个婚礼呢？你让我去土匪窝参加婚礼，这不开玩笑吗？以前杨开泰收留过司中，李我总要送一份的。哎呀，你说这世杰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冰雪这么好的女孩，她居然往外推，她想什么呢？杨子云已经嫁人了，说不定她心里也正在后悔呢。但愿世杰能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，不要因此破坏了跟杨开泰的关系。
林杏儿，林杏儿，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漂亮。哎，林杏儿，其实大哥娶了亲，你在寨子里，也就有了伴儿了。你啰嗦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从此以后你就有了机会。银杏儿，银杏儿，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在我心里就像仙女一样，我只要能天天看见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只是不想看着你难过。自从大哥答应了那门婚事，我就从来没见过你笑。那好啊，我就笑一个给你看。但是你替我把郭冰雪给杀了。银杏，这使不得啊。哼，胆小鬼，没出息的男人，让开。银杏，银杏，你可不能胡来啊。来，吹响点啊，都给我吹响点啊。李二爷，里边请。哎，你好，恭喜恭喜。行，高二少爷到。请。哎，都抬进来，快。好，里边请。严大哥，师姐，严大哥，到你来了，恭喜你啊！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啊，哎，你的伤全好了吗？好了，全都好了。大哥，这是送给你的。还有这些，哎，这些丝绸啊，还有很多布匹，哎，放这儿。大哥，哎呀，师姐，这礼是不是太重了？哦，不，绝对不重。我是来送双份礼的，一份是我自己的心意，另外一份是我代表父母送给冰雪的嫁妆。如果杨大哥和冰雪不介意的话，以后咱们可以做亲戚。哎，好，一定要多走动。师姐，走，我带你去见冰雪。哎，不要，你先忙你的吧，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的。那好，来人呐，哎，把这二少爷照顾好了。好，师姐，告辞了，告辞了啊。张二少爷，里边请。好，里边请。哎，多谢多谢。里边请。好，金身一到，请新郎新娘。对，到了。拜天地！哎呀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好啊，慢点。哎，银杏姑娘，有事以后再说，不要误了寨主的吉时。闭嘴。今天我就想问问你，当初我大哥死的时候，他是怎么交代你的？你又是怎么答应他的？银杏，你这是干？我要你回答我。我答应你大哥，要照顾你一生一世。那你为什么要娶这个女人？银杏，我给你娶个嫂子，是为了更好的照顾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你娶这个女人。你说过要一生一世照顾我的，我要你遵守你的诺言。银杏，你一生一世都是我的好妹妹、亲妹妹。你看，今天大哥大喜的事儿，这么多客人，我不要。
我不要做你的妹子。这个女人在山上，除了我勾引你，她还能做些什么？银杏，你听话。金贵，来，把银杏带回去。银杏，先回去。你放开我！碧雪，放开我！你没事的，凯凯，不要放开我！你流血了，凯凯，我在带走，走，凯凯，走，世君，快点！你不要伤害银杏！放开我！快快！冰雪，刚才的情景你都看到了吧？冰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嫁错人。张二少爷，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张二少爷说过你是一辈子不娶妻的。冰雪，就麻烦你带下山住几天，让他冷静冷静，过一段时间我和冰雪再去接他。你放心吧，银杏就交给我，我不会让他打搅你的新婚之夜。你先回去吧，新娘子还在等着你呢。哎，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是真的？哦，我是说，你说这郭小姐就这么嫁给我了？你看你这一身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当然是真的了。郭冰雪已经嫁给你了。这事儿真是挺有意思的啊！一来我喜欢她，二来她是朱家没过门的儿媳妇儿，能娶到她，真是挺好的。恭喜！哎，师姐，紫云他们跟日本人在一起的事儿有些蹊跷，我比你了解他，他不会当汉奸，也绝对不会背叛你。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我还要进去住洞房呢。这段时间你暂时就住在我家，还有你别想着能偷偷溜回太白顶，知道吗？二少爷，我大哥他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他只是受了轻伤。林生啊，银杏儿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二哥不会吧，就经常自卫队这么多事，你让我专门看着他，那晚上怎么办？你不会让我晚上把他绑起来吧？你敢？你敢绑我？我大哥饶不了你。银杏，你醒醒吧。杨大哥一直都把你当成亲妹妹看，哪怕没有郭冰雪，他也不会娶你的。他娶不娶我无所谓，我就不允许他娶郭冰雪。张世杰，这都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不娶他呀？他心里明明喜欢的是你吗？胡冰雪现在是你大嫂，我们得接受这个事实啊。哎，二少爷你回来了，这不是银杏吗？啊，对了，银杏今天晚上跟你睡。好啊好啊，二少爷你赶快回去看看吧，家里一下来了五个媒婆，都是给你提亲的，老爷和太太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五个媒婆？连生啊啊，你带银杏先回去吧。行。哎，银杏姑娘请吧。吴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下子来了五个，真是没想到啊。哥，你回来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可不得了了，家里头一下来了五个媒婆，全是给你提亲的，一会儿你看机会应付几句好不好？哎呀，你看这他们来了。哎呦哎呦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好好好好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都走吧，啊，都先回去吧，啊，改天再说啊。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先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吧。
张世杰。哎呀，张世杰呀、啊，张世杰，你可成了新闻人物了啊！看看一个女人把你折腾成什么样子了，你呀、啊，真让我看走眼了，差点误了大事。你说呢？为了大局，必须防患于未然。你的个人大事啊，必须尽早解决。执行命令，马上结婚。那你不许乱来啊！要逼我结婚的，我现在愿意结婚，你让我选我选了，可是你又不同意，你让儿子到底相信你哪句话呀？吴桐是个丫鬟。丫鬟又怎么了？你不是最喜欢她吗？我喜欢她是一回事，你娶她是另外一回事。你也喜欢，我也喜欢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娶她呢？娘，爹，实话告诉你们，吴桐早就是我的人了。啊，少爷，我娘，你别忘了，他伺候我一个多月，他对我挺好的，我不能对不起他的。吴桐，太太，太太，老爷，我，你起来。起来，别哭，不用怕。他已经有了身孕了。混账！我一定要娶她。吴桐，我们到镇上，让所有人都看看。老爷，太太。说都是丑事，认了吧。国有大难，早点留个后也好。
梧桐这丫头也还不错。我个张若红已经够丢人了，这世杰他要是再娶了个丫头，我不想认这个命啊。我难道你不愿意嫁给我吗？如果我不跟我娘说你有了，你认为她会同意吗？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连做梦都想伺候你一辈子。那你还哭什么？我是高兴，我怕我配不上你，怕镇子的人笑话你，特别是朱家。让他们到我跟前来笑一个试试吧。师姐，过来。张先生，啊，你真的要？是，没错。我要娶梧桐做我的妻子，你不会反对吧？啊，梧桐，恭喜你啊！谢谢赵先生。走吧。赵先生，赵九思啊，赵九思，我真的不知道认识你到底是福还是祸。为了走这条路，我扔下了很多东西。梧桐，我们去酒精厂，让大家都认识一下二少奶奶。又姓钟的大户啊。老爷，钟梧桐哪是什么名门闺秀啊，她是张家的一个丫鬟。丫鬟？张世杰娶了个丫鬟？就是啊。哎，前一阵子张世杰在城里养伤，张太太让这个钟梧桐来伺候他，没想到伺候到床上去了。这张家的门风真么坏，冰雪没嫁给他那是福气。可不是嘛，小雪要是嫁过去还不委屈死啊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啊？怎么样，小雪去南阳了吗？嗨，去什么南阳啊，完了，好好的一个表妹全完了。怎么完了？冰雪嫁给土匪头子杨开泰了。什么？嫁给土匪了？我怎么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啊？嗨，娘，那你说能怎么办啊？堂堂一个省议员的女儿，现在变成了太白顶的压寨夫人，传出去都是笑话。这老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怎么能搞错呢？那小雪她怎么会？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二少爷，有人送来礼，还有一封信。什么？送礼的人呢？放下东西就走了。你笨呐！万一那里面是炸弹，还不赶紧给我挑出去？快，走走走走。姑姑姑父，多日未见，不知姑姑姑父身体可好？我现已身在太白顶，因日前与杨开泰成婚时间仓促，没有通知姑姑姑父前来，深感歉意，特送上薄礼一份，略表心意。郭冰雪，杨开泰。这一定是那土匪逼小雪这么做的。老爷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就带人把杨开泰的老窝给他端了，把郭冰雪抢回来。站住！杨开泰的老窝是那么好端的？好好看看，
这是不是冰雪的笔迹？这是小雪写的。是小雪自愿嫁给杨开泰的。不是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杨家的杨子瑜已经嫁给咱家的国柱，哎，这月三十亲上加亲了。哎，这什么亲上加亲啊，老爷，我还不干呢。我们家如花似玉的小雪怎么能嫁给一个土匪？张世杰，肯定是张世杰干的。我想哭不敢哭，怕一哭就停不住，明知道走下去这条路结局是孤独，不敢哭不认输，退出。